轩，邱子轩接球挑战贝盖，吴海能在哪里？贝盖出去，缺阵的状况下，左茂原本就是今天很重要的内线。Power 转到弱侧边，曾品富底线三分跳投没进。Power， 哇，这里空档出现了，哇。居然场边有各种不同的插曲，真的非常不鼓励哈。对，这个李想红也不这样，但其实第三节比赛节奏已经变得有些混乱了，因为刚刚又许豹发现了一次失误，他真的算是蛮放得开的啦。双方跳球，张某好跳球下来，比赛正式的开始。永丰云豹的球权，今天是主场的永丰云豹掌握第一波进攻机会。这场比赛云豹队的主力后卫郑伟是回归，对，我觉得可以观察。另外重点是郑伟和陈尚文同场，也对魔兽没有办法打掉，再回给邱子轩，邱子轩接球挑战贝盖。摸一下 ，Power 抢到球。你有一个强大的禁区防守的中锋，对手就是会这么吃。艾夫伯这时候来了一记三分外线，所以刚前面几球这个 play， 海神要攻击就非常困难。艾夫伯又来一个三分，而海神主力锋线胡龙茂陷入到三次犯规的麻烦。在库萨斯受伤缺阵的状况下，胡龙茂原本就是今天很重要的内线。进来了。Power 在本赛季平均每场比赛能够获得9.2次的罚球机会，然后罚进6.1球。这个命中率我们认识到他在 NBA 的时候命中率稍微高了一些啊。很短了。这两个空档机会是产生的，但是其实上还是没有投进。对，其实是三分球。发生地震！哇，在第三节海神这里追了一波，剩下四分差距了。郭汉人全场比赛7投5中，10分9篮板。如果在胡龙茂退场的状况下，反而海神可以把分数追上，那对海神来说其实是个好消息。Power 来到弱侧边，曾品富底线三分跳投没进。Power 球，直接把球给拖进。这个补汤补汤，对，觉得很闹场。居然场边有各种真的非常不鼓励哈。对，这个李想红也不是这样。场上是有其激情可言，但是绝对不希望用各种对你想红的方法有很多，不需要这样。但其实第三节比赛节奏已经变得有些混乱了，因为刚刚又是云豹发生一次失误，现在他们领先剩下一分了。想红的方法有很多了，不需要做这种事情。边线的一个夹击，艾弗伯再带出来，哇，喂，这里空档出现了，哇。目前为止 ，Howard 7分11个篮板4个助攻，然后4个助攻，那犯规次数也是4次，也是略有长进。队友越来越多，包括中场队友出现，要剩下艾弗伯跟 Howard 打个配合 ，Howard 拿球转身，哇，篮下的篮板得分，球没有接稳。郭汉成顺势启动，往中间撞，转身的勾射，没有打进。但是这时候哨音再响起，哇！小虾米要挑战大金鱼，哇！这个苏文儒，
生气的冲上去啊，挑战魔兽。对，但是另外一个点来看，现实层面 power 是满的。对。球给艾朱博，艾朱博单脚飞走。永丰云豹就是以90-82八分的差距来击败了高雄全家海神。在今天获得胜利之后，永丰云豹总算终止此前的4连败。